看一下这边哦，笑一下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漂亮的背后，化妆这边，这些发胶，我的天哪！何超莲晒出自己走红毯的幕后视频，自己对着镜头摆拍美美的，男友窦骁突然凑进来做鬼脸搞怪，俊男美女红毯同框更是气场十足。不过漂亮背后就是卸妆的痛苦，连何超莲自己都配文称这才是真实的公主啊。说到两人的感情，那是愈发稳定了，以情侣档出席活动的次数小伙数都数不过来了，还一起在中央青岛派对跳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两人的好消息呢。我真的羡慕我自己，呼啦全员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敬个礼。